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爱着我，我也依然和最初的我一样，保持着对大家、对音乐、对我的事业一如既往的热爱。因为我还有梦想，我还有力量。Step 的大航海告一段落了，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谢谢大家一起陪我在厦门安可，再见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下个大航海再见。